就真的是每一场都当作是期末考了，我自己也是都是这样。球数来到两好两坏，再来个变化球，让大哲变成了人体电风扇，遭到了三振。陈虎这个半局手起刀落，投出了三连 K。陈虎的表现是今年，算是表现最好的一场吧。对，开始的球数也有出来，违禁也有出来，那往往到了第60几颗、70颗，稍微就会球数稍微会下降一点。但是今天算是投得不错。其实也就是跟着捕手的引导，然后去进攻好球赛这样，就是整体感觉还不错啊。体能就是该做的都有做了，主要就是在那个时候自己的身体的节奏上多注意这样。但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好，会再讨论。对，因为11月的比赛我们是稍微比较少一点，但是就要看洋将的状况跟陈虎他的恢复，还有其他的恩赐啊等等之类的。对，打击出去，中间方向投手挡了一下之后，哇，这个球没有拿好，传不出去。他目前是有一点肿胀，在大拇指的右手，对，关节，对，对，明天会去医院观察一下，检查。